迎大家平安，今天是新历的九月十三，旧历的八月十五，礼拜五。今天是中秋节，很多人都会烘肉。在高雄凤山的青人烘肉大会，在昨暝提前来举办，民众准备丰富的烘肉食材，搁家己提来卡拉 OK， 那烘肉，那唱歌，算甲真欢喜。也毋过，这个中秋节都爱烘肉，这当初到底是安怎开始的呢？原来是因为两间导游公司伫个电视大饼广告，唔只有迄句同人仔的广告词“一家烤肉万家香”，一间烘肉是万家香，嘛开始来带动着中秋节烘肉的风潮。有人卖过牙嘞，大声唱歌，现场是闹热滚滚。几千人的烘肉在中秋节的正式提前登场，厝边隔壁拢来报道，有肉片贩卖，天不啦，真正是真澎湃。中秋节快乐！应该讲是中秋烘肉节快乐，但是中秋节到底为什么买烘肉？原来就对这个广告开始。一家烤肉，万家香。两间大陆公司不停地一直拍广告，因此对三十二当前的这个中秋节，都安尼一路夯落去。怎么都有，你看，你看，哦，赞赞赞！把油烟降到最低，那所以说这一次我们有混杂的那些无烟碳。不管是烘肉过中秋，也是想过吃月饼过中秋，好朋友大家烧酒做伙，一边吃一边开讲，欢喜上重要。